小何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啊？杨总有事找你。啊，我刚才就上了个厕所呀。舒总手机看不了监控了，你快去看一眼吧，发火呢。那你帮我盯会儿。不，我不懂这个。很简单，你就坐这儿，然后帮我盯着屏幕就行，好吧？那如果有什么异常怎么办？有事打我电话，没事。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小何，舒总手机好了，啊，刚才路由器坏了，嗯，你快回来吧。空的，不可能啊！库房一般保留三个月监控录像，怎么会没有呢？11号和13号的监控都在，只有12号是空的。那么巧。就那天监控录像坏了，物证没有呢，人证还在。跟我走。上法庭？我才不会去呢！有话回来。就是说，万一，而且只要你去做个人证，照实说就行了，又不会让你怎么样。我从来都没有去过那种地方。再说了，如果对方辩护律师问我什么奇怪的问题、尴尬的问题，那不是糗大了？哎，别说，有可能。你们俩是美剧看多了吧？反正那种地方我是不会去的。如果真的查不出来，这些快过期的产品就会成为我一生的污点。这次活动本来是一次巨大的成功，这个方案还是你亲自做的。你那么辛苦的熬夜，还差点误了飞机，你还敢说？要不是你忘了放护照，我仔细检查了一遍，那就误了大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反正这次活动就是你、我、董小姐，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心血，对吧？对，本来是非常完美的，但现在被人破坏，被人使坏，难过吗？难过。心疼吗？心疼。愤怒吗？愤怒。绝不绝望？停。好。我去。哎呀，死完了！退后。不过啊，事先说好了，我才不会因为你那个什么所谓的完美活动，活动我做了多了去了，你们那个叫完美，切，透个账，见识多。对，在老贾面前什么都不叫完美。别打岔，我是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污点，还有张小月，你以后再敢叫我老贾，我不理你，我跟你绝交。他厉害的。